今天来到大楼，哦，它是社区大楼，然后它是住最顶楼的，哦，这个阳台啊，不夸张，比我家还大，哦，现在慢慢走出来了，这里就是它的阳台，哦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已经很大了呢？哦，我们的设备大概放在这里了，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它的阳台，它转过来是这样子，这是阳台哦。看好详细哦，这是阳台哦。哎，我把广角关掉。哎，这孟姐，这姐你到阳台有这大哎。这是优质用餐区。对。这个阳台比我家还大。面对着海滩吃饭。对。哎，海滩。哦，好。那今天我们的设备哦，大概就是安装在这个地方。哦，现在还没做好。哦，那。因为它是顶楼的用户，所以它上面呢，哦，我们会把管线从上面拉下来，然后它的加压马达刚好在楼上，好，哦，那我们的管线就是从上面启动下来，哦，然后设备就是大概装在这个地方了呢，好，哦，好，那安装完的部分呢，哦，应该等一下会用图片的方式来做呈现，好，那今天介绍到这边，谢谢。